哎，你们今天吃饭了没？吃了，。看到你们比较开心、比较轻松一点吧。对，一直有没有一个很大的音浪震动这样？你们是很容易感动到哭了。我就是一个 overacting 的人啊，所以我能够在这边拿奖实在是蛮幽默的。感谢。对，我很激动，我很激动。那刚刚小莫有跟你说什么？没有，我们其实今天一直进到会场都还没有碰到，但昨天小莫我们自己他的结婚我们有一起参加，然后我们也有很认真的拥抱。哦，他刚刚有说他今天来最感动是你就看到你入围这样。对啊，就是哎，24年，我们一直在。你是他学长嘛，对不对？那我同班，我们同班，我们24年。前进北艺大，所以我们一直同班同学，每天早上会在宿舍门口等对方出来，然后才去吃早餐，然后才去上课，这样。对，所以我们是大学，对，从大一一直到现在，没有风，他一开始就风云人物，他大二就入围那个金钟，对，所以他是风云人物。那时候就说啊，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其他人也可以走红毯？因为其实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就说，大一、大二、大三，我们都有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可以站在国际舞台上面，然后去拿到任何一个国际舞台的奖？但国际有一点远哈，我们能先在台湾拿到奖，就已经实在是很感谢了。不会，因为坐在。就是坐在国际上面，现在我觉得很感动。也许你们会受邀去泰国电影节。可以啊，可以，泰国可以，泰国好，泰国喜欢。哎，虽然没拿过奖，但你也很早之前就站上国际舞台过了。啊，你说设计嘛？对啊，电影都只有到国际。那设计我真的演得不好，对不起李安导演这样。就海轩有没有？啊？海轩激动到？海轩激动啊，对啊。对。你们有什么业务？他我学弟，他学弟小我两届。建伟小我一届，北艺大的人，北艺大，对，北艺，哎，不好意思，接收，我们有北艺五少，以前是北艺四少，然后后来就一直陆陆续增加，我想未来可能也会再更多吧。有谁啊？有莫子仪、施明帅，我庄海勋、黄建伟，高富帅，对，但后来还有，你看还有傅孟博。所以我跟傅孟博跟施明帅，我们就自己组了一个高富帅。对，可以请教第五个加入的是谁？哦，黄建伟，因为建伟比较，他以前看起来比较难以接近，所以会稍微让人害怕一点点，所以粉丝就啊不敢跟他讲话这样。但是后来他其实很 OK 哦，来了，或者好。所以你跟爆花也是本来就很就是就都有哦，对啊，我见证他们在一起谈恋爱跟结婚整个的过程，所以这一次很高兴，希望爆花也能得奖，因为是真的是我们跟导演一直千呼万唤，到处在找的这样子的一个女主角，终于找到才选演进来这样。那你除了见证建伟，都有见证子怡的历任女友。啊，对对对，也是这样的，没错。对，大家都见证了这样，在这边当一个见证人。昨天你们有点像小型喜酒，就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聚会这样。对，所以你是以家人身亲友身份，我是以兄弟，或者是一个潜藏在台面下的爱人。所以你们昨天应该没有空聊说，哦，今天你会不会得奖？没有在想这个部分，对。专心的吃喜酒，对，昨天就很专心的吃喜酒，然后赶着要过来入围酒会这样。在形容下新娘子，新娘很美啊。完全跟这一秒。这个就帮他们保密。呀、yeah。洪建伟跟爆花好，就是那时候你有说，其实你有在慢慢有点助攻的概念啊。对，助攻。那这次。小莫是不是你也是扮演助攻的角色？没有，这完全不是。他自己把的，对不对？对，这是另外一件事，他自己把的，没有错。大家还有，那刚刚有很感性说这个五个台阶你走上来的，那就是当时说出这句话的，就是你真的是期待很久吗？还是在
2013年入围金钟奖的最佳男配角之后，那时候开玩笑就跟建伟说，我们就每年都来就好了，对不对？就每年都没出现啊。然后其实中间反反复复很多那种，我觉得我应该要入围啊，这个演出很好啊，没有入围，那个演出很好，没有入围。是不是不会入围了？还是每一年在想金钟是不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台北电影节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好像是不是应该就不要再想这件事情了？所以其实也差不多就在1920年这段时间开始，2019，对，我没有回到过去，也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我放下这个我到底会不会入围的这个期待，不去想这件事情，把作品做好就好。刚才说可能要当健身教练，就是认真的吗？我认真，我现在还是健身教练。嗯，那时候本来要当主业就对了。那时候本来是当主业，对，我那时候刚考健身教练的证照。嗯，对。那高英雄还会不会想要在哪里做的？像一些然后年底的金马奖，金马奖，挑战一下。没关系啊，金马奖，那没关系，能去就好。我只想要去参加，跟大家一起很开心就好了。所以还是想要入围，对。入围哦，能入围当然很好，能入围就好。对，没入围也很开心，毕竟我们剧组一定会进来的。对。哦，那我们这边差不多了，我们就放那个高英轩进到球内。好，谢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外国粉丝今天也看到，然后就在留言里说 ：“Oh my god， 当归君先生。”我是突然多了蛮多外国粉丝的，也是很感动，谢谢宙，谢谢宙，为宙接下来机器。你可以开始学一些什么？口坤卡。沙瓦迪卡。祝福。沙瓦迪卡。祝福。有用，多念有用。谢谢。谢谢。多爱你。